跟我一起帮忙。好啊。村上夏天跟我一起帮忙。当然好了，他也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对，是。太好了，你的好朋友排第一的是谁？排第一个是他。我是第一个，你就是爱的。诺伊和夏天童言童语、两小无猜的对话，向来是真人秀中最大的看点。两个混血萌娃特别聊得来。诺伊，诺伊，哇，终于在一起了！哎呀，好开心啊！我跟你一起在一起了，嘿嘿，我喜欢你，耶耶耶耶。两个人不管是高兴地抱在一起，还是彼此讲悄悄话，感情好得让其他小朋友看了很羡慕。我哎呀，他已经笑了，他已经笑了。夏天是台湾女星黄家千和夏克立的女儿，是台湾与加拿大的混血。诺伊是大陆演员刘烨中发混血的儿子，在大陆亲子真人秀中话题十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